Thank you.
这个地方，因为 S 跟所有的朋友见面，而且我们之前其实有一点点担心，因为我不知道是谁开始跟我们讲，所以新加坡的朋友们习惯坐着，不喜欢站起来，而且他害羞了，对，所以今天这个证明这个消息完全是错了，对不对？